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两名学员。我们这两名学员呢都是经过我们汪曼老师精心挑选出来的。我们的朱燕宁现在是一名在校大学生，而且他有一个坚强的梦想，就是喜欢音乐啊，喜欢音乐。由于小的时候不幸造成了他有一点残疾，但是啊，今天晚上他绝对是要用歌声来征服大家。也请我们的听审团啊，一定要是评判我们学员的歌声。好了，我们夏瑜呢，他在我们第一场，他是以一首曲婉婷的《我的歌声》里赢得了我们汪曼导师的芳心，所以呢，被我们誉为我们垫江版的曲婉婷。好，所以请大家好好用心的聆听他们俩为我们带来的这两首歌曲。首先有请朱燕宁为大家带来《梦醒时分》，有请。你的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好，感谢朱燕宁。下面学员互换位置，有请夏雨。